一位。三位评审还有花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叫王哲浩，然后今年22岁，来自花莲这样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大荧幕唱歌，所以会有点小紧张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表现好。然后对了，我要顺便介绍我家，我家是开那个在花莲市开热炒店。然后呢，我想要给评审们吃一个比较特别花莲的山产炒螺肉，所以请希望用螺肉来贿赂评审一下。而且这是冷盘是不是？因为对放了有点久，不好意思。可是它冷了还是很 Q 啊，有没有？你端不够热炒。我以为是头盘，是那个冷盘。冷炒，把它当凉笋来吃嘛。热炒冷吃嘛，对不对？热炒冷吃。有种你跟每个客人都这么说看看，我看他们会不会买单。哎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入味。很好吃哎。就是那个你是混什么东西一起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酱油膏，然后还有一些调味料，姜丝是不是？就是私藏的那个，很好吃哎！哦，这很下饭的。同学要不要吃？瓜牛哎，我少讲个瓜牛肉。然后我要顺便介绍一下我妈妈，这是我妈妈炒的，她在妈妈，她在评审席那边。我妈妈她长得很像花妈，妈妈啊，哎呦，妈妈你好啊，哦妈妈，你炒的，拍谁拍谁，不好意思。你的店就叫花妈、喔，就叫花妈。哎，这个店名很好记哎，花妈，而且你真的有像哎。对对对。哦，再碰一点。谢谢谢谢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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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好，那你要加油哦，妈妈都这样为你，对不对？你要唱什么歌？周杰伦的《最长的电影》。请开始。觉得今天慈济大学就是不管是校内外的同学，今天其实大家程度都有在一定的水准之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可能它的 range 有点稍微超过，因为这才第一遍而已，你如果到第二遍的时候，我相信应该是跟第一遍还会再更低层一点点，就是再更有落差。那我觉得有点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一点点，有没有加分题？那个阿琳的 PS 我爱你，好，加油哦，请开始。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最后，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、哦、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，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。
哲浩，其实你一定是会唱歌的，嗯，好，但是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面，不够完美。就像比如说，很多人会拿漂流木来做家具，可是你不可能捡来就用了吧？对不对？虽然它很天然，有这个腐朽的神奇，可是你还是要磨一下吧，对吧？还是要不要可以唱场啊？那就拍贼不好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本质，但是细节有很多细节会让我们觉得还可以再精雕细琢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你本质是不错的，我希望你再练一下细节，精雕再来参加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欢迎下一位。各位评审，在场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冠群的爸爸。那今天其实我是百感交集的来这边上台，来这边做一个推荐人。为什么会百感交集？因为我现在目前服务于花莲观光糖厂，经营旅馆的服务业。那本身跟我的儿子冠群，互动真的是很少，因为工作忙的关系。那我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昨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今天要做推荐人，害我心里不晓得怎么去跟他回答。但是据我是爸爸的身份，我一定要挺身而出。那这个问题我现在可能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说不管今天他的成果怎么样，至少他快乐就好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我欢迎我的宝贝儿子冠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花莲的林冠群，那今年22岁，那现在从事服务业。然后如果我今天能过关的话，我要把我的工作辞掉，因为现在我在爸爸的那个公司上班，所以我要把那个我的工作辞掉。没关系，只要我认为说你从事你正当的行业，只要你认同的话，爸爸永远赞助你，甚至挺你。好，谢谢你。所以他昨天跟你讲说要比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吓一跳？想说，哎呦，而且这他怎么这么有勇气这样哈？其实本来互动就蛮少的，是，那因为忙于工作。但是今天儿子告诉我这件事，代表他心里面还有我的存在。哦，变成说我当一父亲的立场，至少我跟儿子数十年的一个整个一个情缘的部分，我还是要来赞助他。是在这种重要的场面，他还是要靠你来撑场。不用不用，我儿子自然就会撑场，因为他歌声比我好，我不太会唱歌。谢谢。我没有让你唱那首，你误会了。我是讲卡台的意思了啊。好，谢谢爸爸，谢谢。好，我有的时候我们来就会看到这种很感动的亲子之情哈，非常的棒，对，很棒的互动关系。有的人来比赛就不告诉妈妈，有的人就带爸爸来。好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冠群，那个林俊杰的《修炼爱情》。好，加油，请开始。谢谢。什么要失望？苍蝇里的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。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。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是说太阳会找到月亮。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毕竟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
家。不错不错，我觉得冠群你怎么讲，听起来音色很好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唱功这方面还是要加强一点，就是还要多练习。如果你一心想要走这条音乐路的话，不要辜负你爸爸的话，你真的要在唱歌这方面要多下一点苦功。好，对，其实唱歌不只是音要准，音色要好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历练，还有情感在里头。对，我觉得你唱歌少了一些这些东西，我想应该就是感情这个部分。你听一首歌，你要掌握好一首歌，你真的要懂这个歌的故事，还有它的情感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好，加油，谢老师，恭喜过关。谢谢评审。小虎人大秀 B-box， 今朝选手参电。很不错啊！你应该比他更厉害吧？我喜欢用嘴巴做音乐 ，listen。哇塞，真的是给萧煌仁很大一巴掌。